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嘉国帮路啊。今天来到日出康城，就不是介绍我身后边的临海压轴项目嘅，是介绍隔篱的 LP10 由南丰港铁合作发展，由两座楼宇组成，合共提供893伙。好啦，上到嚟啦，带大家介绍一个实用面积488尺的两房单位。值得一提咧，今次发展商咧为每一个单位咧配备咗一个智能电子锁嘅。好啦，曲尺型的厨房啦，咁基本嘅蒸焗炉啦、电磁炉都有配备嘅。咁另外咧，今次发展商咧都配备埋红酒柜，你中意饮酒嘅你。好啦，介绍埋个客厅位置先。咁啊，两边咧都有个天线位啦，可以呢边又得，嗰边又得。咁不过咧，一般上我啲客人咧都中意咧坐呢边嘅，因为咧对住个景观比较开。好啦，望埋个景观先啦，都系远景啦。咁咧夜晚咧都会有啲灯饰。咁所以望落去咧都好超下，亦都非常之安静。好啦，咁我哋介绍埋呢边客厕先。咁原装收楼标准亦都唔需要翻新噶啦。介绍埋个客房啦，采光度亦都非常之足够。好啦，最后讲埋个主人房。左手边亦都系预留咗个衣柜位啦。咁呢边亦都系 queen size 嘅双人床，三边卧床都冇问题。咁最后都系望翻远景。好啦，落到嚟屋苑嘅楼下啦，睇下周围嘅环境几咁鸟语花香咧。其实由屋苑嘅门口去到地铁站大概只需要6至7分钟左右嘅路程啦。如果对于今日嘅单位有兴趣，或者有其他屋苑嘅资料想咨询嘅话咧，随时联络我。拜拜。